你好，你好。你现在在孔子学院上学吗？对，现在我八个月。已经上了八个月，是不是？是，对。你们还准备去中国留学吗？什么时候？对啊，我们准备留学，我记得四个月。再有四个月就可以去中国留学，是不是？对，四个月，对，可以去中国留学。哦、嗯，你们的钱，留学的钱都是马达加斯加布里斯班的，还是中国政府的呢？给你钱是谁给你的钱？我们的校长在孔子学院告诉我们，总统在中国给我们，就是中国总统，对，中国总统的给我们、和大使馆在马德斯加的中国，就是中国的大使馆会跟你们的钱去中国留学。对，在那边每个月拿人民币多少钱一个月呢？上学他告诉我们，四千人民币，每个月四千人民币跟你上学，一个月，带给我们四千人民币，对。一般在那边上学是几年呢？一般，三个月。三年不是三个月，三年有一年呢，有三年的哈，有两年的，是不是？都是中国总统给钱，是不是？都是总统在中国给我们。哎呀，你们好快乐。对，谢谢你。是什么？